你家逮你。还来我家逮我，哼，没门儿！你又不知道我们这边，笑死人！你来了，我8+1给你管够。谁和你八加一啊？谁和你八加一啊？我是一个不喝八加一的人。来，家人们，右下角给家人们安排了萝卜干，咱们没有拍的，咱们赶紧去拍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右下角给家人们把萝卜干吃完了的，家人们去拍。昨天晚上给我发消息的，咱们去拍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右下角给家人们准备了萝卜干，就是昨天给我发消息的家人们，咱们去拍。因为我说橱窗里面那个价格改错了，橱窗里面是39.9，改错了。然后家人们现在可以去拍，好不好？拍一发四，家人们。28.84罐，你看，基本上我每天吃半罐，太好吃了。哎呀，你卖货你就好好卖货吧，我挂了，真的是烦死，打不烦什么打？事？哎呀，我烦就问死你打不打？了。哼，打不打？来，打一把，看看谁有实力啊！输了你必须来乐山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来乐山，你就改你的名字，改阿一莫是个骗子。可不可以，家人你们？啃是吧？来。打了加急，来，把链接下了，家人们赶紧去拍，马上我把链接下了，我跟阿一莫磕一把，我把他打到这里来。还把我打到那里来啊？就看我叔叔阿姨哥姐们愿不愿意啊？多卖一袋萝卜干。阿一莫，如果说你我把你打到乐山来，如果你不来，你就改必须得改阿一莫是骗子，好不好？等我1分钟，家人们再下单，下了过后，我们就干一把。这样吧，我先你不撵你，然后我给家人们开个会，然后还开个会，真的是好意思吗？啊，你也可以真跟的你的是，家人们开会呀。我直接干呀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直接干的那种，知道吧？我不需要什么开会，知道吧？就这么狠啊！你都这么嚣张吗？你人多欺负人少是不是？现在？不是，如果说他说话不算数，他就要改阿一莫是骗子。咱们下右下角小黄车里面的萝卜干，咱家人们赶紧去拍了我把链接下了。我要把他打到乐山来，家人们，我把他打到乐山来，家人们，你们要相信我的智慧，我们把他打到乐山来。给自己上票，我们这边的人都说你老是自己上票。我不自己上票，你看我把手举着放在这里，行不行？谁知道你前面是准备好的呢？啊？我没谁知准道备，你？我没有啥准备。没啥准备，那就直接干就完了呀，是不是？你还说开我什么先会？开个会，来把链接开什下么了，会把链接啊？下了。你要是开好，我就不跟你打啊！我开个会不总可以吗？呀，开什么会啊？开什么会？有什么？可开会了啊！你开会的话，你直接打完了，你再开呀，是不是？我要先开会，我要先给家人们开个会。还开会，真的是笑死了。还就是他想那个啥，是吧？他想反想个办法来整我，知道吧？你我不清楚呀，你这点小心反思正如果啊。你输了，反正就他女儿，我有办法。如果你输了，你就必须来，如果不来，你就必须写阿一莫是骗子，写1个月。我知道，来多了不说，少的不闹啊！来，直接开干就行了。你真的是服了。你等我给我家人们说两句话再打嘛。说两句话不行，我不给你机会啊！你看他就是怕我打不过我，知道吧？打不死你，打不过你，一天天的。来呀，那就来呀，啊！当时那和都三十年河西，现在我现在的不是当时的我，知道吧？来，家人们，往直播间分享分享，往群里面分享分享，咱们。哦，笑死了！你看，还说这种话，真的是，要是支持你的人的话，你不用说，他都会分享直播间的，知道吧？你重新连，我把你打到乐山来。我不想重新连啊，我就直接干的那种，知道吧？干就你完现在了，知道吗？这个不能计票啊！那我就直接打 PK 连你呀！啊，啊，你就这么
简单呀，来呀，5分钟是不是？对呀。OK。三局两胜啊，三局两胜，知道吧？不耍赖啊，不耍赖。赖不耍赖，谁跟你耍赖啊？我有耍赖过吗？人多没人，没人管他啊。人多没人管他，我想把他打到乐山来是有目的的，家人们。也不知道我这边的人多少人。有些问题我们得问一问，家人们。闭麦。来问一问，真的是，来来来，闭麦啊。有些事情，家人们肯定想知道真相，想问一问，把他打到乐山来。咱们他家也没什么实力，咱们一人整个墨镜，咱们把他打过来就行了，家人们。他不守承诺，你们要知道，我把他打过来是有目的的。咱们要证明咱们家清白，有些时候得当事人来了就好证明了。咱们就小心心小啤酒。或有条件的家人们整个墨镜，家人们你们要明白我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没注意到，不好意思，咱们有条件，咱们可以整个墨镜啥的，他不会来的，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整过来，然后把他的嘴给他撬开，家人们好不好？我把他整到乐山来，然后把嘴给他撬开。感谢心想事成，感谢远方，感谢会议，感谢用户901，我要把嘴给他撬开。感谢会议，感谢 KT， 感谢健康，感谢傲雪寒梅，感谢超越，感谢穿越。好，不说，家人们懂得打个懂字，好不好？家人们懂得打个懂字，感谢勇儿。人多又咋意？人多咱家团结。感谢用户518，咱们加成上，家人们，感谢嫩嫩奶奶，感谢嫩嫩奶奶，咱们等加成的时候降，咱们现在上小星星小啤酒，等加成的时候上，家人们，等加成的时候一次性把它拿下，家人们明不明白？撬开，家人们，下午好，家人们，对，咱们现在小星星。过过任务就行了，一人点个小心心。等他来了过后，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做撬开？哎呀，他家有条件呀，咱们加成的时候直接给他打过去，家人们。现在阿姨们都有条件了，来，家人们出手，一人一个小墨镜。咱们给他打过去，有些话我相信你们也想知道，咱们把他拿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感谢悠悠岁月，感谢远方，来加成了，加成了，家人们，咱们一起搭把手，把阿姨莫拿下。现在都有条件了，感谢用户518，感谢用户901，我相信咱们一定可以的。感谢群英雄狮队，感谢文文，感谢苹果红，感谢穿越，现在是。加成的时间，来，家人们一起助把力，感谢心想事成，感谢荣宁，感谢远方，感谢健康才是真，感谢善良美丽，感谢用户518，来，咱们打过去，感谢感恩遇见，哎呀，他家都现在都这么有实力了，来，家人们，咱们压一下血条，冲一冲，感谢如美人。现在都这么有实力了，感谢用户901，咱们第一把不要输，第二把直接终结他。感谢群英雄狮队，感谢文文，都这么有实力了，家人们，感谢用户518，咱们准备守守塔，家人们，咱们准备守守塔，咱们守守塔，家人们。咱们不能被这被他们第一局拿下了，好被动啊！感谢勇儿，感谢穿越，咱们第一局不能输，家人们，第一局不要输了，咱们还有20几秒，来加把油，还有10几秒，咱们加把油，加把油，咱们把分拉稍微拉开一点，家人们，喂，家人们，守守塔，家人们守守塔，哇，这么厉害吗，家人们？有没有守守塔的家人们？
哎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来来来，都这么油啊你！哎呀呀呀呀呀，这也不行啊啊！你这也不行啊！支持你，谢谢谢谢谢谢每一位叔叔哥姐，来妈 给我拿着，来家人们，来啊，再来一把啊，还有一把啊！来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要给家人们开个会。开什么会啊？不行啊，直接来就行了。不行，我不给你机会。以前你是怎么欺负我了？我今天就要打回去，知道吧？来，闭麦。来啊，叔叔阿哥。家人们，你们相信我能把它打出来？打出来，以后我们把有些事情我们要公布一下。那边1500人，人多不多不重要，家人们，我相信咱们家的凝聚力，咱们这一局等加成的时候战，家人们等，咱们等加成的时候战，咱们现在等一等，咱们备战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备战，加成的时候咱们助力一下，我把它打出来，感谢意义，等一等，家人们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加成的时候，哎，这没有加成的时间啊。这为什么没有加成的时间，家人们？是我卡了吗？相信阿一木，我把他，咱们把他逮到乐山来，咱们把所有的事情问清楚。家人们，很多家人们也疑问，想知道真相的，咱们一人众筹，众筹。感谢超越，等一下，等嘉诚穿越，等一下，等嘉诚，咱不可能打不过他，家人们，第一局咱们没有备战，等一下，咱一人点一个小心心过一下嘉诚，家人们，一人点一颗小心心过一下嘉诚，来，家人们，一人点一个小心心过一下嘉诚。咱们把它打出来，咱们还原事实的真相。我相信家人们有很多问题，咱们整理100个问题，到时候问他。咱们一人点一个小心心，过一下嘉诚。一人点一个小心心，过一下嘉诚，感谢家人们，点一个小心心就可以了。咱们过一下嘉诚，感谢家人们。咱们先过一下嘉诚，咱们打。还差4个人，一人点一个小心心。咱们加成的时候上，家人们，1.5倍的时候上，我不想家人们破费，咱们1.5倍的时候上，还有29秒，咱们这一局把它拿下。我们不能输给阿一莫呀，家人们，如果说我们被阿一莫打败了，那真的丢人了，家人们。咱们加成的时候，现在备战，我跟家人们保证，我把它弄到，咱们只要打赢了，来加成时间上，我给家人们保证，如果说我们今天打赢了，我保证把他逮到乐山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如果他不来，我去大凉山把他逮出来。来加成时间，来咱们一起打过去，感谢穿越。来加成时间，此时此刻咱们把比分拉高一点，让他看到什么叫做绝望。感谢用户901，他不出来我去大凉山都把他逮出来。感谢平安医生，感谢李文文。来咱们再拉开一点差距，小心他偷塔。来家人们加把油，如果他不出来我去大凉山都把他逮出来，让他看看咱家的实力。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沉淀太久了，该我们反击了，家人们，现在该我们反击了。当很多事情已经沉淀了很久过后，该我们反击了。来感谢用户901，我应该把它接出来，
我先让他自己出来，我给他订票，让他自己出来。如果他不出来，我就亲自去逮他，去他家把他逮出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小心对面偷塔，家人们，咱们小心对面偷塔，咱们家有条件的家人们，咱们准备准备。咱们有条件的准备一下，小心他偷塔，家人们，小心对面偷塔。咱们有条件的准备，不一定上，咱们有条件的准备准备，好不好？有条件的准备准备。OK， 拿下。还有一本啊，没事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对阿莫的支持啊。来，还有一本啊。我还行吗？你问这句话啊。我真服了啊！什么档次？跟你说这句话，我还行。你就应该说我真服了，是不是？哼，我真服了，我不服啊，我不服，来直接干就完了啊，直接干你就完了啊！你都这么嚣张吗？还有一把的时间啊，还有一把的时间，来一把，家人们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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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关闭麦，闭麦。这一把，咱们直接让他看不到希望，咱们不要被偷塔了，家人们。咱们把他拿下，我给家人们承诺，如果说他不出来，我去山里面把他逮出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不会让家人们白支持，我们家人们想要知道的真相，我们把他逮来问一问，好不好？家人们觉得好的打个好字，我们把这个真相给他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直接去接他。我先给他订高铁票，如果他高铁票不出来，我再亲自上门去逮他，因为我知道他住哪儿，因为我去给他拜过年，我知道他家在哪儿。感谢悠悠，感谢远方，感谢用户901，感谢群英雄狮队。咱们加成的时间上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不要上，咱们就打加成，加成的时候咱们万箭齐发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就加成的时候万箭齐发，直接拿下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平安医生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咱们不要浪费，咱们不要浪费，咱们加成的时间一次性把它拿下。先收下这枚刺头。阿英在他舅妈家，我知道他在哪儿，家人们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因为我去给他拜过年，他家亲戚我都走过，家人们，所以说我知道他在哪儿，他家有哪些亲戚我都知道，所以说我能够把他逮回来，他会出来的，是吗？群英姐说他会出来的，必须把他弄出来，来过一下加成，来家人们，过一下加成。过一下任务，家人们，一人送两个小星星，过一下任务 ，OK。感谢穿越，咱们等加成，咱们等加成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等加成，我不想家人们破费，咱们等加成，等加成的时间一次性把它拿下，这一局不能掉以轻心。感谢六月荷花，真正接我接他来。如果说我今天家人们支持我，我没有把他接到乐山来，我对不起家人们，好不好？他干啥呀？这，咱们先别上，家人们，咱们先别上。他是干啥呀？跑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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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啊？我操！你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我怎么回事？是你的卡了吧？他们都说你的卡了。我这儿6G信号卡。我这边5G信号啊，你那边6G信号。别闹啊！你别闹，你最后一把你别赖。你别赖，最后一把别赖。我赖什么？什么？我赖了，真的是，你这个人也太那个啥了吧？我什么赖了、啊？这把算不算？你先说这把算不算？这把不算，来直接干。这把算不算？这把是你的卡了，知道吧？这把算不算？什么？现在的这4分钟算不算？不算。那你重新连。